1982年，1982年，双档休闲的地方。以前的全部务农嘛，三胎四胎五胎。当飞机抵达瑞士的时候，反而会有一种啊，我回到家的那种轻松感。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体，我们自己的心，我们将心放空了之后，新的东西才能进来。大礼拜二暗晡9点，周黑他乡。